你看每一个最重要的来啊，这是咱的本番淡水平安赛，是由着咱所有技术人员准备要来伫咱家己啊咱的所在来做陈列。来，欢迎我们淡水平安师，由我们的荣誉主委李世进荣誉主委带领了我们所有的执事代表以及如下众弟子。陈列秀玲来脱帽哈，请吉祥拜，再拜，三拜。天文岁出贵宝年，五月初六日，粮食今日淡水边山庆赞着咱清水啊，清水岩清水祖师圣诞前秋平安廖敬台顶，粮食今日因着咱淡水边山足技术人员，叫用咱本华风俗达摩祖师开着龙凤布神旗，人间祈求处处活动廖敬，所有人员一切平安顺遂，粮食今日就是信仰。恭迎圣前行三拜的上香拜，再拜，三拜，请上香。再行三鞠躬礼，请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行掌声。再次感谢咱技术人员辛苦，老乡辛苦哈。那一路上对着咱老建哦，诶队伍啊，有个咱淡水平安赛哈，咱说咱敬献来咱所有咱的顶头，为了咱今这个呢，咱的淡水大拜拜呢，大家呢都融入在其中。其实每一年呢，每一年哦，咱淡水大拜拜的时候，咱淡水平安赛哦，都是在此地来搭设来庆赞的红毯来啊，恭迎咱的泉水宗师以及咱的达摩老祖哦。那当然呢，顶起来咱的日本的时候，其实呢，咱有真多，咱呢参与咱今仔的圣书啊，咱作为顶。好好朋友哦，大家一路嘛是辛苦啊吼。咱拄仔看到火车，我讲头前一台插着咱平安赛的赛头，这是一个花艺的表现。是。看到咱淡水平安赛达摩祖师世家，啊，看到这是咱的绣布的表现，这就是我讲的富人人的工作。啊，是啊。是。啊，一针一线慢慢来绣出来吼。六杠行宫秀珍成子安尼，这个都已经纳入到哈我们国家艺术文化了哈。是是啊啊，很多呢也有得到新传奖，然后哦是豆豆，用起来麒麟的样子，是，对，就是要。给小朋友平安的，咱就去妈做桂龙，小朋友你请安。是啊，啊大领就是咱当机的请安。对对对。咱真侪吼，咱心明哦，咱的服务的机心呐吼。是。尤其是王爷类的机心吼，有真侪拢有排这个咱的渡渡渡吼。对对对。啊，咱淡水平安赛，啊，咱家己的顶头，啊，看到嘛是咱的台湾本土赛，咱的哈巴赛。哈巴赛。在头拢见面嘞吼，而且我有发现吼，咱这个哈巴赛吼跟其他咱的啊包狗赛、哈巴赛包赶快的时候，昨天我们发现嘴巴的部分哦，是有那有感冒，感冒啊，感冒啊，咱就是传统的这个手工文化吼，来去做的，无有真侪即马拢是用迄个绑的部分的无，是，咱较早。很多東西都是灶卡裡面有的東西可以出來用的，對，是真的，這是真的，你就去灶卡洗碗有什麼東西可以出來用的，對。